剧组有毒，潘粤明带头搞事情。潘粤明这次的对手戏不是潘粤明过年，古网剧男明星精分角色最新爆料，邪魅一笑再度炸裂。好看，非常好。潘老师您辛苦了，刚才您表演的实在是非常惊艳，您一人分饰两角是怎样的体验呢？这是我首次尝试一人分饰两角，这个对演技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考验，揣摩两种不同角色的内心，这样才能演绎出更好的作品送给大家。呦呦呦，还谦虚上啊，演两个角色就叫考验了，像我这种实力派演技怎么着也得演24个比例还差不多呀。潘老师，我听说接下来您会接一部很有难度的戏，是一个双重人格的角色，会有黑白两面截然不同的性格，那会不会更具有挑战呀？挑战个屁，瞎说什么呢，这可是采访，要注意演员的自我修养。挑战各种不同的角色也是我对于自身演技的一种提升和力量。那您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新角色的信息吗？他手如柔，肤如凝脂，娴静时温婉如兰，如同小生。那另一面呢，他桀骜不驯，魅惑众生，妖娆动人的外貌下笼罩着一层杀气，就好像是一个霸道的硬汉。不好意思潘老师，我想打断您一下，怎么听着您描述的这个角色，我怎么听着像一位女性呀？糟了糟了，被发现了！堂堂七尺男儿装什么清纯？这不就是本色出演吗？说的没错，人家就是小仙女。一念成仙，一念成魔，《梦幻西游》手游全新角色震撼来袭。对了，魔仙门派可以自由切换哦。